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今日，红星在香港被拍到素颜与友人喝下午茶，只见他一脸倦容，脸色不佳，频频拿出香烟来抽，吞云吐雾，似乎有心事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红颜单手抽烟姿势十分熟练，感觉并不是单纯的耍酷，而是真的有烟瘾。每次从嘴里吐出烟雾时，都十分的解气和潇洒，让不少人想起了张丹峰的前经纪人毕莹。当时毕莹与朋友一起在某餐馆门口坐着，于是毕莹右手拿着香烟，左手拿着手机，一边看手机一边抽香烟。当时网友觉得毕莹姿势已经很熟练了，但是和红星比还是差了一点。不少网友看到这里纷纷直言表示，难道红星放飞自我了？在今年的4月，张丹峰与经纪人毕莹传出出轨的丑闻，也是轰动了整个娱乐圈。当时红星却并没有任何伤心迹象，如今这抽烟姿势也是让网友大开眼界，甚至还有网友表示心疼张丹峰竟然有这样的老婆。那么看完视频，你对此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留言。